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of the wild. Follow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必须偿还。
台湾的所有的侨民，我们想要借由这个活动来表达，我们的一个立场。那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支持现在的缅甸民族团结政府，就是所谓的 NUG。所以我们想，对缅甸来讲是爸爸是一点都不快乐的，对我来讲是每次都一样。今天是我会很努力的，我的姐弟们控制一下。因为你们会有看过吗？说你们在前面的一群人为了民主抗议的时候被枪打杀的，你看到的时候，你在前面被死掉的三十几个人，或者是你在前面死掉的四五十个人，你们的感受会怎么样呢？你们会忘了吗？我是1988年的学生，缅甸大学生。我实际跟你讲一下，我们缅甸是1948年的1月4号才会有英国的直辖市开始有自由的国家。为了谁？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国父翁山的他的性命，拿到了我们的民主的国家，是短短的。是4年而已，1948到1962是缅甸是亚洲最有民主的国家，然后最有钱的一个国家。但是1962年的时候，一个尼文的将军开始会军变。1962年到1988年，26年里面，缅甸是亚洲最有钱的国家，变到全世界最穷的9个国家之一。那个时候我们缅甸是很穷，但是我们想办法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做。但是1987年的时候，1985年一次，1987年一次，缅甸的纸钞他们会把它废掉以后，我们的学生开始会大家的人民的生活没办法过，边路边摊边骑着三台脚踏车，骑着类似一样，我们要坐公车的钱是那个钱都没有了，这个会费一个纸，我们没办法生活。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学生他们开始抗议，跟现在一样，也是打压到变成我们。1988年的7月，某一个晚上，在仰光的世界府前面，我们在抗议的那一刹那，他被枪射扫掉，我的前面就死掉三十几个。我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委屈，我怎么为什么过来，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我不知道很懂民主在干什么，但是我开始懂说为什么人民。我们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想要的为了国民保佑的军方，他们不从杀掉，我开始会害怕，开始会愤怒。因为今年啊，我的人不少的，他妈的啊，那甚至没见到的，缅甸首先的南征北战，虽然有3000人，江南面的一个路途呢，啊，那甚至把这是对战的好吗？对面家给的都是东人庙的那人去买的，现在我们也看天门的要得卡来，在那路边都是最便宜的，晚上是谁？李三娘的，明年的开药，明年的年度明年那边的，题目更新，新年都是没什么，一路攻击都是东人的，你把人的去买的，现在用。也老公鸡哈，题目都跟谁过大了去呢？题目跟谁欧米开妈妈骗呢？医疗人员、铁路人员、教会、教师、学生，甚至很多社会人士，现在缅甸自从2月1号发生政变，全国人民先在脸书上表达了对军方政变的不满，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很快就开始了，
在那里主要包含了 CDM。 CDM 是什么呢？ CDM 是公民不服从活动和各种游行活动，聚焦了医生、护士、公务人员甚至消警，纷纷在路上诉求着他们对军政府的不满。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不断的向联合国以及各民主国家寻求帮助，抵制Damaro。Damaro 是什么？是Damaro？ Damaro 是现在缅甸军方的官方名称。所以我们团结一致的站出来反抗这个没有人权可言的政府体制。本应该是捍卫国家的军队，现在对人民来说，他们只是一个恐怖分子，滥杀无辜。在政变后两个月内，我们在2020年大选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们首先组成了 CRPH， 在 CRPH 的带领之下，也诞生了很完善的联邦政府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所谓的 NUG， 里面包含了国防部、教育部、人权、妇女、儿童等。在这个，可是我们这一次跟88年完全不同的是，在于现在我们这些以上的部门主要的那些官员是由不同的民族里面选出来的代表，所以我们相信不同民族组成的联邦政府的带领下，让缅甸的民族更团结一致，共同抵制恐怖组织 Damaro。这里面也包含了我们罗兴亚人，也是我们的一个民族之一。军方是，现在我们的军方是缅甸的和平稳定发展的主要障碍。今日的缅甸人已经知道了，之前军政府透过封锁消息、划分民族、散播谣言，让民族对彼此的不信任。所以现在我们也能感同身受，也相信，也很清楚军方缅甸的军方是什么样的魔鬼。政变后，我们聚集了很多大多数的族领，然后一起来抵抗我们现在国际上面的恐怖分子。台湾是亚洲民主圣地，我们很荣幸在这个民主上生有我们的家乡，让我们更坚定对民主的渴望。现今缅甸以及全世界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疫情，也包含我们缅甸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政军方的贪权腐败下，医疗人员被拘捕，医疗物资全部都被封锁，制造的氧气机的工厂强制被关。所以至今缅甸的第三波疫情爆发之后，我们的人民每天面临着各种排队，为了买药也要排队，为了营养补充营养，为了买一颗鸡蛋也要排队，为了氧气，为了呼吸，基本的人权呼吸也要排队，最后排不到，我们的人民走了火化也要排队。这种各种糟糟的，身在海外的我们只能用微薄的力量捐出口罩以及物料物资。我相信台湾对缅甸也有感同身受。 We believe Taiwan can help us。Thank you.
民主自由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努力不懈的争取后的结果。此刻我们身处的台湾，过往也是从威权统治之下，经过不断的努力跟坚持，才成为现在亚洲最民主自由的国家之一。缅甸人跟香港人同样都是民主自由的追求者。现在在台湾的我们，虽然身处异乡，力量微薄，
但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尽管民族的路很漫长，但我们相信缅甸和香港会在民主争取民主的路途上一直互相的声援，互相的扶持，一起同行抵抗跟抵抗集权。 Democracy Yes Yeah， 愿民主和自由归于人民。谢谢谢谢谢谢香港民主加油加油加油。当台湾为了国家选手在东京奥运加油喝彩同时，缅甸有位奥运选手却因为不认服从军政府而毅然放弃比赛。他是冰叉物，他的梦想是要透过奥运的舞台来推动缅甸的体育，让缅甸的体育环境以及教育环境可以走向国际，也被重视。但是在二月爆发政变的那一刻，缅甸奥运会也被军方所控制了。所以在同年的三月，他向国际奥委会请愿。信件的开头道出了缅甸人心中的无奈跟绝望。在国际奥运会你们倒数着奥运开幕的同时，缅甸也在计算着多少的记者跟抗争者被监禁，多少的灰孩也被杀害，数算着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会过去。他请求国际奥委会能拒绝承认缅甸奥委会合法性，因其迫害人民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奥运精神以及体育的意义，并希望可以让缅甸运动员以中立运动员身份独立参赛。他同时也向国际奥委会喊话，让这些缅甸的学生放弃学业对抗军政府，抗议他们争夺他们受教权利时，你们站在哪里？你们什么时候会跟这些年轻人站在一起？但国际奥委会不涉入国家体制以及以政治中立为由拒绝了冰叉户，他因此于四月决定放弃今年的东京奥运，以此抗议目前掌握缅甸实权的军政府。冰叉户在弃赛当下他说，世界各地的许多运动员都希望将体育视为一种真正的上升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空话，让我们将体育作为通往更道德、更人道的世界真正的载体。他的信件所代表的不只是个人信件，而是所有缅甸人心声。如果努力都高山老板就请他管得及一路好的工作给他为他想为他骂耶，但是我的工作上都高山老板给说啥能够搞定，但是我的要上地方过他放开我不理他能够给他，他在过着我的那个人的人呢我也不理我理由，如果你能够给你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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